当孩子开始学习左与右时，您可以用身体的部件来玩一个游戏。您可以问孩子一些事，像是可以举起你们的右手吗？他们就可以举起他们的右手。然后您可以问，可以摆动你们的左腿吗？或是可以举起你们的右膝盖吗？做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确认身体的左和右部件。